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第39段，幕后这个汇编幕后。有几段古大德的教诲说得非常之好，黄庐直有一首颂，他说我肉众生肉明说体不说，圆同一种性，只是别行趣，苦恼从他受，非干为我虚，莫教言老断，自揣看何如。这首颂说得非常明显，我们自己是个肉身，动物也是个肉身，人跟兽啊，人跟禽兽名称不相同，肉体灵性是一样的啊，动物的灵性只要稍微细心，你就看得很清楚，它跟人没有两样，也是贪生怕死啊！弱肉强食，这是一个生态的现象。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一个理念，那就错了。人不如禽兽啊，老虎死死，吃饱之后，小动物围绕在它的身边，他理都不理，绝无伤害之理。可是人不一样啊，不吃也要杀他，人如果没有受过教育，不知道礼义，古人所谓人与禽兽几兮，这意思是人跟禽兽有什么差别，我们要多想想啊！我们杀众生，吃众生的肉，黄先生讲啊，不需要阎罗王来断案，自己想想，应该如何处置。唐朝吕洞宾说得好，吕洞宾跟人讲，你要想长寿，你必须放生，这个是循环的真道理啊！他死的时候，
你去救他。他说你死的时候，天就救你呀。世间人总是求长命，求长寿，总是求多男女啊。有没有方法呢？有，戒杀放生而已。这是吕洞宾讲的。这些人都是真有智慧的人，真有德行的人，他们对于事理因果看得清楚，看得透彻。我们要深信不疑，佛家常说做佛做菩萨，堕三途变畜生，全都操在自己，与别人不相干。我们自己应当深深反省，自求多福啊，不要去找死啊。这一篇末后的结论引用齐思度的一篇文章，他这篇文章分成几段，写得非常好，我们一看，这个人是佛家的弟子，所说的全是佛菩萨的教诲，开端他就讲，一体本具体之体。众生即无生之生，这是佛与大菩萨的境界，知道虚空法界是一体，我们常讲一个生命共同体，所以一切众生就是自己。他说世间人的饮食，罢针罗浅，尽数呼号冤业，这我们常常看到的，宴会的时候桌上摆的酒菜，这些鲫鱼鸭肉真的冤业，他杀的时候不是甘心情愿供养你，他是力量敌不过你被杀了，你今天吃他，可能你正在吃的时候，这些冤魂呢都围绕着你，都围绕在你周边，都在你身后，现在你走运了，你气旺啊，他不敢侵犯你，到你一旦衰的时候，这一些冤家对头就找来了，
在台湾，我们佛门有一位广化法师，很多人知道他，他跟我也是老朋友。他没有出家之前是个军人，管军需的，这个军需是管财务的，所以他用钱就很方便了。他告诉我，他在军中工作的时候，每一天呢吃一只鸡，不晓得吃了多少只啊。那以后学佛出家了，出家不错，持戒很严，很难得的一个好法师。他出家早我2年，那么有一天，这在台中的时候，他在教父学院，这个汉学底子不错，能写文章，能做对联，他说有一天在洗澡的时候，浴室里面看到满浴室都是鸡，到处乱飞，他就躲避，躲避的时候就跌倒了，腿一跌断了，所以就成残废了，以后用过拐杖，到最后用轮椅，他哥给我讲，他说这是我重罪轻报啊，这是因果报应，过去吃鸡吃太多了。走的时候走得很不好啊，病重的时候他找我，他想把道场送给我，我去看他，他已经没有办法讲话了，坐在轮椅上流口水，非常可怜啊。我跟韩馆长一同看他，看到他身边这些弟子们，所以我就谢谢他，我没有接受。我们看这段文章一点都不错啊！这些肉食摆在桌子上啊，冤业游魂呐！明眼人一看，怎么敢下咽？那么想想佛家，同体大悲也，看一切众生，皆是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。普度众生，救他都来不及了，怎么能够杀害他？怎么能够吃他？只要我们念头一转，就觉悟了。肉食，这种习气就不难断除。杀害众生，这个动机也就能够断掉了，恢复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。
那就是自求多福。不但不能杀害众生，令众生生烦恼，我们就已经有罪过了。谚语常讲，人生在世，不如意事常八九啊。为什么不如意的事情这么多？果报啊。我过去没有好好的对待别人，今天遭受这种果报。如果我们能够以善心、善意、善行对待一切人事物，我们一生就事事如意。一切时一切处自然得到贵人相助啊，我们肯帮助别人，自然就得到别人帮助吧。一因果报，丝毫不爽啊。我们敬别人，人家敬我们，我们能爱一切动物，天地鬼神也爱护我们，我们轻慢别人，别人一定轻慢我们。正是所谓自作自受，不时有什么天神鬼神来安排的，没有啊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就是一个因缘果报而已啊。佛法也不例外啊。学佛目的何在？是要为正德清净发身啊！你要想正德清净发身，丝毫的染污都不能有啊！啊，我们到时几时能够把是非人我、贪嗔痴慢这些烦恼习气断除掉呢？断除的理论方法，事出世间圣贤说的很多我们要细心的去读诵啊，要仔细去探讨，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依教奉行，这才有救啊！啊，如果不能够信受奉行，没有办法做到信解行正。轮回苦报决定不能够避免生死有业因啊，我们现前身体健康
长寿，或是多病、多恼、短命，没有一样不是业报。我们要相信佛菩萨真实的教诲啊，种善因决定得善果，善因要从心地上建立啊，行善、口善、言善、心不善，转不了业报。心善没有一样不善，言语行为作物也是善。如果心要不善，言善、身善，假的不是真的。他那个给你说好话，帮助你做好事，他有目的、有企图的呀，不善呐。心善，说的话不好听，做的事很难看，但是是善的，果是善的。他是利益众生呢，利益你，他不害你。心不善，那个言语好听是绮语啊。世间一些人没有智慧，所以往往受骗，往往上当。上当上多了，慢慢的会觉悟了，那还算不错。有人上当吃亏，一生都不会觉悟。那是愚痴到了基础了。所以学佛要想得福报，第一个决定不可以与一切众生结怨，冤家宜结不宜结，冤业总要化除。欠命的要还命，欠债的要还钱。我们甘心情愿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孽缘，不怨天不尤人，知道是自己的业报现前。化解这一些恶报，就是从心底里头做一个转变，转恶为善呐，转迷为悟啊！纵然有定义，果报也会减轻。我们念头转了。所以是重，这个重报转轻啊，轻报呢就化解了。这个事情最重要啊，
就是一念真诚之心。真诚能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，真诚能感动天地鬼神，所以我们过去造作罪业，做错事情不怕，怕的是你不回头啊，怕的是你不觉悟啊。古人讲得好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啊，过去没有读圣贤书，啊，不明圣贤的教诲，在家父母没教导我们，上学老师没教导我们，我们造作一切恶业，这可以原谅的。佛在《无量寿经》上说了，不足怪也。可是今天我们读到圣贤书了，听到佛法了，决定要悔改，决定要觉悟啊！如果读圣贤书，听佛菩萨讲经，还不肯回头，还继续造恶业，那你就没救了，你是罪上加罪。啊，尤其是出家人，啊，我们自己装扮这个形象，要装得不像，罪过就重了。在这个社会上，比哪一个行业都要严重，因为他的成就无比的殊胜，所以得罪的那也是无比的严重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呀，要了解事实真相啊！啊，断恶，务必要把恶断干净。啊，修善，总希望这个善心能圆满，我们才对得起佛。对得起菩萨，对得起历代传法的这些善知识，念念存报恩之心呐。如何报恩？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这才真正落实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真报恩呐！啊，那我们学的不好，做的不像，这就得罪了。啊，自己总得要晓得。啊，千万不可以大意啊！真正落在世俗里头一句话是：地狱门前僧道多啊！我们要是这其中的一份子，就错了，大错特错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